欢迎八六六乐团。还没有回来的朋友，赶快把身体带回你的位置。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是八六六国家代表队。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主题是运动之夜，但是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在开玩笑，我们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要表达我们的音乐，因为八六六它是卑南语围坐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因为现在是2015年的4月，我们要鼓励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出来运动。开始迎接我们的美好的春天跟夏天。然后最后一件事是，我们今天的表演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比较是传统的古调，然后第二部分是一些古调民谣的编创，然后最后再是我们的创作曲。因为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八六六十它是坚持族语创作的一个乐团，我们希望原住民的年轻人能够多多去讲自己的语言，透过创作可以去让大家分享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的 slogan 是延续古老的灵魂，唱出当代的声音。掌声。好厉害，好的。那等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是比较是古谣的部分，我先第一部分是卑南族，然后再过来是阿美族跟布农族，分别请那个族群的代表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卑南族的代表队，请发言。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下槟榔部落的卑南族，我叫做俺象。那接下来我会带来两首卑南族的古谣，一个是我们的聚会歌谣，然后第二个是结婚的时候会唱的欢乐歌曲。好，我们谢谢俺象。然后再过来是阿美族的部分，那么请阿美族的代表队，篮球代表队。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玉里自我部落的马耀。谢谢。好，那等一下呢，带来的是阿美族的工作快乐歌，是在农忙的时候、收割完的时候所会唱的歌曲。好，谢谢马耀。然后再过来这个部分是布农族的部分，是我们会一小段的一个报讯，然后叫马吉鲁马。然后再过来有两首歌，一首歌是快乐歌，然后一首歌是饮酒歌。然后这段过程里面呢，它像个马拉松一样，所以它是不会间断的。然后可能听不懂里面的歌词，答应没关系，我们就用心去感受那个古老的灵魂在我们年轻活力的身上的展现。所以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在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就开启我们今天晚上八六六十的演出。
哎呦咿呀哦咿呀啊那咿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哎呀！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表演喜欢就是今天表演一开始要从传统的歌谣开始，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创作的养分，我们所有音乐的根源，它其实都是回到我们的土地，回到我们跟祖先跟灵魂的一个对话。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是开始进入到有一些编创的有些是古谣重新编创，然后有些是部落慢慢开始产生出的一些民谣，然后再透过一些新的编曲之后，慢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新的面貌跟声音。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来自花莲的祝福》，那由布农族噶玛兰萨克达雅，然后送给大家，大家掌声鼓励鼓励吧。方面，看到了，看到了。布里是我们的今天的那个慢跑选手，跑半马的，跑半马的。哦，还有点忘记啊。那接下来呢，他也是跟刚刚那一首歌《来自花莲祝福》一样，也是一些民谣的重新的编创。然后呢，
它暂时没有名字，就是阿美族的族曲，然后是两首歌把它串联在一起，一首歌是采藤心，然后另外一首歌是除草歌。我请那个这个阿美族部落来自花莲的玉里的春日部落的介绍一下这两首歌好吗？好，第一首歌呢是我们部落的采野菜采藤心的歌，然后再下一首是就是除草的歌，然后采藤心歌就是拨打公阿嬷去山上去采野菜，然后采藤心，然后路山路就是弯来弯去的嘛，然后这过程当中有看到一些野菜啊，然后看到了动物，看到动物跌倒啊什么的，然后阿公阿嬷就是为了要准备午餐跟晚餐这样，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穿插就是后面的除草歌这样。好，他们给马一个掌声，阿美族的主曲。换作是那个混合版嘛，那有刚才有阿美族版本，那接下来这个是布农族的版本，那布农族版本这个串联的歌曲稍微多，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雅迪首歌叫做好美的月亮，刚刚上一个学弟妹团黑白童他们有演唱过，可是我们有稍微的翻译了一下，有中文的版本在里头，然后第二个是林班系列的歌谣，包含思念歌念旧友，然后最后是布农族的童谣叫做爱人如己，还有一首歌是我们的创作叫做大公鸡，然后这一连串的那个过程里面，它可能有些歌词大家一样是可能没办法听懂，没关系，就是跟着月亮，跟着我们的 is on 和我们的心一起走，走到你的心里面好不好？好，那这首歌布农族曲好美的月亮，好美的月亮。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正式进入到我们866的创作的主题。那这首歌创作歌叫做《丢掉烦恼》，丢丢，我刚才怎么丢吗？哦，丢掉烦恼，对 ，OK 啦，差不多。就是它的大意就是把烦恼丢掉，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去面对很多挫折跟挑战的时候，能够把这些压力呢变成把这些压力变成一些助力，然后可以帮助你把这个烦恼给忘掉。然后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创作者，要不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只知道大意就是丢掉烦恼。你都讲完了，对。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去台北工作，然后台北的朋友人很好啦，只是感觉好像眉毛都是皱皱的这样。我也不晓得他们到底在烦恼什么，这样那时候就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想法，想要告诉他们
暂时的先不要一直都皱眉头这样子，好，唱唱歌也好，然后抒发心情也好这样，然后就写这首母语歌曲叫丢掉这个烦恼啊，希望大家今天来这边把烦恼都抛开，好好的扫墓好不好？好，然后也好好的运动好不好？哈，好了，那就是这首歌丢掉烦恼送给大家，给我们个热烈的掌声。不要忘记你们的手，不要忘记你们的脚。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裂缝》。我相信很多来到台东铁花村或者来台东玩的朋友们呢，都一定会跑到我们美丽的海岸线去看美丽的海浪，去看美丽的月亮，去看听海的声音。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那个东海，就是海岸那个深海里头，其实有一条很深的裂缝吗？那这个裂缝究竟藏了多少深不见底的秘密呢？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当事人，那条裂缝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裂缝？这首歌应该是有一次我跟我姐去海七星潭的海边，在花莲，她失恋，哎，然后我看她在叙述她的那个感情史，然后心里就想说，好像因为那时候晚上的月亮非常明亮，但是感觉好像照不进心里面那个很忧伤的感觉，很像那个深海的裂缝那么深，所以就做了这首歌曲叫《人们哈裂缝》这样。好，那我们就掌声鼓励鼓励，来查一查看一看那个深深的裂缝。接下来呢，这首歌它叫做《母母的排香草》。然后呢，大家可能没有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排香草这个植物。那排香草对卑南族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植物，因为
它这个植物有一个特别的香味，然后在巫师，对巫师来讲，他们是一个可以增加灵力的一个植物。然后在部落里面的老人家呢，他们也会把拍香草放在他们的头袋里面，然后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味道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驱赶走，然后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所以这首歌它也是很正面、很阳光，然后充满着特殊香味的一首歌《母母的排香草》，掌声。布尼，刚你没有唱吗？好，谢谢我们那个慢跑选手，还有我们的排，是排球还是足球？我忘记了。我本来足球，然后我变到排球。双休，对的，双休。哦，好。因为你知道排球跟足球差的在于就是有没有那个角度。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很像哎，就觉得很突兀。要不要踢一下？要不要踢一下？哦，我空手道没有在踢的，不好意思。我可以皮鼓架给你们看。好啦，这首歌呢，它也是跟那个卑南族的花草很有关系的首歌，因为我们的团长卑南族他研发了一系列花草系列的歌曲，研发的对，那今天是月全食，所以你知道有一些灵力这样散发出来。那这首歌呢叫做《摇摆野姜花》，那野姜花呢也是我们在部落里面啊，就是也蛮常会种植的一个植物。
然后呢，每次到他野姜花花开的时候，在部落里面这样散步啊，晚上散步啊，或是白天起来遛狗的时候，就会闻到那种清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就觉得，哎，这就是部落的味道。那其实这个野姜花它还有更感动的故事，我想请我们的团长是来分享一下这个感动的故事是什么。哎，对啊，野姜花呢，其实，应该说，我从小在部落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外公啊，以前在老家都会种满满的野姜花，然后小时候的印象就是那些花的香味。我每次暑假啊回台东，我就是知道，就是只要闻到那个香味，就知道我回到阿公家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是在前年我在担任驻村的时候写的，但是很可惜，在当年啊，就是当年阿公就是上天堂去玩这样，所以这首歌很可惜没有办法唱给他听这样。那我唱给你们听好了。好，阿公听得那个外公听得到也闻得到。对，这首歌就是献给外公，这首歌曲叫摇摆野姜花。Sing,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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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什么那是那呀大那是那一个大补充了，刚其实这首歌《摇摆椅上的话》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耶、yeah, ！你们很哎，你们很常来嘛，都知道我们的招数。好，还是要练习一次。今天这是刚刚那首歌，是我们今天晚上8960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有那个巨星的那个风采啦，刚那个黑白桶都有，我们要有。好，我很好说服，在唱安口曲之前，我们要为我们东华大学体育系的同学们加油，他们要站起来，不要再欺负他们了。好，最后一首安口曲呢，带这首歌是我们8960的正团之歌。就是来会唱歌的哈布特，就他集结了卑南族花环上和许许多多不同的花种，然后每一朵花都绽放起来，然后跟大家一起歌唱。比如说从乌尼开始，你是什么花？看看我们这30秒。那个白色的日本菊叫巴黎古。好，巴黎古。我是鸡冠花，叫做拉迪拉丁安。哦，这有点太难了，再次。拉迪拉丁安。什么？Radio， 他们有西班牙文哈，而、啊、我是那个海芙蓉，不用。我是台商草，刚刚唱过那首歌，阿萨布，我要唱。我刚才有都是我们的正传之歌了，就很不熟。啊，你呢？我是那个花环旁边的叶子，叫比拉。哦，好，它是绿，我们的绿叶。哎，有一朵花在下面呢，你知道吗？哎，哪一朵？失落的那一朵。有一朵失落的花在台下。雏菊吗？还是万寿菊？万寿菊，万寿菊在哪里？万寿菊在哪里？挥个手好吗？喜极蜜子的蜜子。OK， 好，感谢你，万寿菊，好，种子会随风飘逸哈，加油。好，那我们接下来，哎，不要停，拿我的吉他。好，那我接下来的8960围坐在一起，今天晚上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音乐，希望以后还有很多机会看到大家，然后一起跟我们在一起围坐在一起。这首歌，会唱歌的哈布特，掌声加尖叫。啊，Saya bersemangat nak hapus, bukan sahaja yang tak boleh tunggu.